不過睇嚟個太陽能充電板咧就開始用緊咯。佢一夠光嗰陣時咧就著綠色燈，如果唔係咧就著個紅色燈。稍微暗啲，其中一塊板唔夠光都會轉翻紅色燈。我哋可以睇下。大家有個小小遮住咧，就即係紅色燈。拎開呢個小小咧，就綠色燈。佢個綠色燈咧，先至叫充得比較快嘅。頭一隻確保呢度咧要肯定要插實先至會轉燈。哇！冇紅色燈啦，冇綠色燈啦，幾犀利啊！係，要好耐嘅，定住嘅，嗱都唔綠色燈翻嘅啦。好啊，难嘅，睇下啦，而家绿色灯嚟做一次，咁佢就充够电，就可以好帮嗰个机充电啦。咁呢部机咧就好值得试下嘅，如果有消费券嘅话，都嚟欣赏。